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吉笑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269集的节目啊。我们今天的话呢，来给大家做这一款是变形金刚 War for Cybertron 世代精选系列啊，编号第11号的废弃。那么这款的话，之前在 MP23 的时候呢，有推出个万宝路配色的千斤顶呢，就被命名为废弃。那么那一款的话呢，倒有一些小故事，各位有兴趣的话，去网上搜索一下就知道了啊。那我们今天的话呢，跟大家做的这一款废弃的话呢，其实呢，它应该就不是所谓的一个万宝路配色，尽管是红白，但是呢，它上面呢完全没有这个万宝路的这个相应的那个品牌的那个相关的字眼啊，取代的是这个啊，叫做这个。我去查了一下这个单字应该是土匪的意思啊，以及他身上的话呢有一个这个 logo， 这个 logo 呢既非博派也非狂派，这是属于一个叫做佣兵的一个体系吧，应该是所谓的，应该是不是所谓的一个第三势力啊。那各位的话呢可以看到呢，他这个本身车型的话呢依然是非常流线型，很漂亮啊，底盘呢做到非常的低，但是以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这一个轮子的话那个滚动来讲的话呢是本身就有点卡卡的，不知道怎么推不太动啊，其他几个轮胎呢都没有问题，如果你单纯去推它的话呢，它当然是可以正常去推动的啊，但是就实际上来讲，就这个轮胎稍微有点小问题。然后呢，身上的话呢，可以看到是一个透明的一个车装部件，整体的一个配色来讲还是比较漂亮。但是呢，像这个地方黑跟白的这个分色来讲的话，你看里头就是一个白色的洞，非常的明显啊。特别是这个车顶上面啊，这个空洞的话，就感觉非常非常的。暴露的非常的严重啊，以及呢，本身如果你只看这个模具的话，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兰西亚跑车，但实际上的话呢，如果你把它之前的话呢，这个有出过一个大货美版的这个 Wheel Jack 去做一个相比的话呢，我真的会觉得 Wheel Jack 会比它好看的非常的多啊，主要的话是这个车上这个车身上面看到没有，这个非常。大量啊，这一些印刷啊，这些像这个博派的标志啊，还有这个 Cybertron 对不对？以及这个后面啊，这些等等的这些涂装，包括车顶的话呢，因为它本身是一个米白啊，虽然一样这个洞啊，但是相对于纯白来讲的话，反而破绽是稍微小一点点。因此的话呢，如果你二者只能择一的情况下呢，实际上我还是会觉得你还是入这个千斤顶好了，我觉得可能 CP 值来讲的话也会比较高一点，包括车顶上面的这个部件来讲的话呢，以这个至少这个上面来讲是一个铁灰色，而这个的话就是黑白分明，再加上它这个轮框居然是一个塑胶灰啊，那相比于这个Wheel Jack 这是一个红色来讲的话呢，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呢，这两者之间的话呢，这一款的配色呢在车形态下呢应该是领先的非常的多的啊。那这个的话呢，就打开之后呢，彻底玩过的话呢，就有这样子真正的一个感觉。那以变形的一个流畅度来讲的话呢，这个玩具呢倒是没有什么多大的问题啊。啊，我们来进行它一个变形过程啊，非常的流畅，两手打开，然后呢，我们先将手臂这两侧这个地方给翻出来，两侧都给翻开。翻开之后的话，我们给上半身做一个旋转，旋转之后呢，把两个手臂的话呢，从这个地方呢给拉出来。两侧给拉出来，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废弃的头就给翻出来了啊。翻出来之后呢，这个地方呢翻上去的时候呢，要稍微用一点力啊，稍微卡一下啊，它会有一个卡住的感觉。再来的话呢，把这一块部件的话呢给挑起来，往上面填补到它的一个胸口的位置啊。然后这个地方呢，记得把这个凸的话呢是稍微压进来一点点，不要让它跑到这个透明部件的上面啊。这样一来的话，它这个黑色部件会卡在。透明黑的部件的一个下方，再来就把这个两条腿的话呢直接的往外翻出来，翻出来的时候呢把这块部件压进去，再把这个腿呢继续往下压啊，这个往外翻出来，这个感觉是非常流畅非常简单的，这个地方往外翻出去，这里翻出去啊，翻出去的时候记得把这个先翻进来，再把它给推进去啊，如果没有把这个翻进去呢，硬压的话呢，这一块透明灰的部件呢可能会喷溅，虽然说喷溅无所谓啊，本身也不会坏掉啊，但是感觉就差了点啊，我们是一体变形啊，并不是拔叉变形啊。然后拳头的话呢，转到一个适当的一个位置，因为它毕竟它的一个手肘啊是找这个地方去转动的。背后的这个翅膀的话呢，自己做一个V 型的调整就可以了。然后它的一个这个部件啊，是一个肩炮的一个位置，我们就把它给扣到这个肩膀的一个侧边啊，这个扣上去是比较紧实一点的。我们这一款这个废弃的一个变形过程呢，就算是大功告成了。我们来看到这款废弃的人形状态，一般了啊，如果你入坑呢比较稍微早一点点的变形金刚同号呢啊，像这么雪白的配色呢，一般都是日版的玩具才会有，那美版的话呢可能都会是像这样子的一个米白色，
那么这一款废弃的话呢，最大的特点当然就是它一个非常独特的头雕啊，这个头雕呢我个人是属于超爱的啊，有点像是有露出嘴巴，但是眼睛的话呢又遮起来，有点像是摔跤选手一样的感觉。那我是感觉跟它的这个头的这个头雕跟这个 logo 好像感觉是有那么一点点相像啊，就是一个尖尖的两边像是耳朵一样的一个造型。那么其他的话呢，就是以这一款的话呢，不知道为什么、啊、还是一样是一个膝盖容易松动的这个问题啊，在地出的话呢，这个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然后这个手臂的话呢，我个人是觉得呢，这个地方有一个白色的一个圆形的话呢，算是稍稍补救了一下它这一代非常黑的一个造型了啊。其他的话呢，后面的这个翅膀啊，这个比起之前如果你有玩过啊，旧的经典 3.0 或者 MP 的话，你会觉得这个部分呢还是稍微短了一点点。肩炮的话呢，就也可以拿在手上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呢，要把它拿在手上当一个手枪，当然也是没有问题的。那稍微比对一下吧，跟这个 Wear Jack 就是一个啊，主要它是一个胜出的地方，可能就是如果你喜欢雪白一点的话，它就非常的白，以及头雕是比较特殊的。但是以其他各个方面来说呢，如果说是价格就算是一样吧啊，我还是会建议呢，你还是入这一款 Wear Jack 啊。相对来讲的话呢，第一它的一个配色来讲的话呢，各种细节的呈现更加的丰富，再来也是一个毕竟人物的话了啊，还是一个比较经典啊，在变形金刚世界里头呢是比较高知名度的一个角色。那这一款废弃呢，当然如果价格便宜的话呢，这个模具呢绝对是值得你双入了啊，这个非常低底盘的一个跑车是非常好看的。但如果只能二选一的话呢，还是先入 Wear Jack 吧啊。那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进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